你是来健身的吗？是啊。你他一天都来练啥呀，哥？跑步啊。你跑步，你搁家就完事儿了呗。我主要是喜欢这种氛围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为啥不信呢？我问一下子，你瘦多少斤了？那可瘦老多了。那到底瘦多少？胖了点。胡说！你在这么坑推课？你健身你就吃这玩意儿啊？碳水、脂肪、蛋白质，居家旅行必备良药。我一辈子补充蛋白粉。歇息歇息歇息。咋有股鸡巴子味儿？你造吧，懂事，你没好好上。来了姐。来了老弟。哎呀，这星期又装出来了。